恭喜恭喜，属牛的朋友们今年终于可以卸下本命年的烦恼，迎来了福星高照的一年。今年你的事业、财运、健康都有大幅度的好转，可谓拨开云夜见夜明，是名利双收的一年。经商的朋友们在今年呢，可以大展前脚，知人而善任，投资必有所获。上班族更要发愤图强，了解自己的定位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，取得更高的成就。感情方面，今年的波动会比较大，已婚者需要用心经营姻缘。属牛的朋友可选择蓝色或白色来布置家居，可消除焦躁，从而营造和谐的气氛。未婚者不妨把焦点放在学习进修上，为未来的事业发展做出充分的准备。健康运势良好，小病小痛也能逢凶化吉，但出门在外要注意跌倒受伤等意外事件，尤其是注意交通安全。幸运号码为4678，幸运水晶是草莓晶、白松石。